好了，我们看下一次是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 CT 第三题。题目现在跟我说，在坐标平面上有一个 P 点，然后 P 点的坐标 S 坐标是 cos 700度，然后 Y 坐标是 sin 700度。然后题目要问我说，这个 P 点会落在第几象限？那我们就现在复习一下，就是当我 θ 角在第一象限、第二象限、第三象限跟第四象限的 sin 值、cos 值跟 tangent 值，到底什么时候会是正的，什么时候会是负的？那我们知道说 sin θ 会等于什么 ？r 分之 y。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分母的 r 会是大于0，所以当分子的 y 只要是正的时候 sin 西塔就会是正的，当分子的 y 是小于0的时候 sin 西塔就会是负的。那什么时候 y 会大于 0？ 是不是在一二象限的时候 y 会大于 0， 在三四象限会是小于 0， 所以我知道 sin 西塔在一二象限会是正的，在三四象限就会是负的。那 cos 西塔的话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会是 r 分之 x， 那一样分母的 r 是大于 0， 那分子的 s 的话是正的， cos 西塔就会是正的，当分子的 s 是负的话， cos 西塔就会是负的。那 s 什么时候会是正的？ s 是正的时候是不是一四象限？所以 cos 西塔在一四象限就会是正的。那S 是负的时候代表是二三象限，所以 cos 西塔在二三象限就会是负的哦。那最后一个 tangent 西塔会是什么？ x 分之 y，s 分之 y， 所以当我分母跟分子 s 跟 y 是同号的时候， tangent 西塔就会是正的，当 s 跟 y 是异号的时候， tangent 西塔就会是负的。那 s 跟 y 是同号的时候就是什么？一三象限就同正或同负，那在二四象限的话是一正一负，所以我知道 tangent 西塔在二四象限会是负的，在一三象限会是正的。好，有以上的观念之后，我们再回去看题目，有没有发觉 P 点的 S 坐标跟 Y 坐标，一个是什么 cos 700度，一个是 sin 700度？那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度，700度是不是会等于什么？360度乘以一再加上340度，所以700度就等于什么？340度再多转一圈。那340度是什么？在第四象限，所以我可以知道700度是第四象限角。好，第四象限角我可以知道 cos 700度，那 cos 在第四象限角会是什么？会是正的，对，所以 cos 700度会大于0。那 sin 700度的话，700度是第四象限角，可是我知道什么？ sin 西塔在第四象限角的时候会是小于0，所以 sin 700度会是小于0的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 P 点的 S 坐标是 cos 700度还是正的，那 P 点的 Y 坐标 sin 700度会是负的，所以我可以知道说 P 点的话就会在第四象限角哦。